百强房企业绩腰斩，百城二手房价止跌，你关心的楼市消息都在这。百强房企一季度销售额同比腰斩，三月百城二手住宅市场均价止跌转升。一季度结束，多家机构发布涉房报告。三月三十一日，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2022年一季度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 TOP200 排行榜，榜单显示，一季度碧桂园、万科地产、保利发展操盘金额位列三甲，分别为1262.5亿元、1031.2亿元和816亿元。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三月，中国房地产行业下行压力持续，企业销售同比降幅较一二两月进一步扩大。TOP100 房企单月仅实现销售操盘金额5115.4亿元，环比增长27.4%，增幅明显低于往年同期，同比降低52.7%，较二月降幅扩大5.5个百分点，相比一月业绩规模降低2.6%。累计业绩来看，一至三月百强房企的整体业绩规模同比大幅降低47%，也低于2020年的同期水平。一季度开局惨淡，具体来看，一季度有逾80%百强房企累计业绩同比降低，其中近40%企业降幅高于50%，多数规模房企销售表现不佳。一方面是受到市场低迷、行业信心不足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的推盘及营销积极性也普遍不高。二三季度企业需加紧推盘供货，积极营销以尽可能提高去化率水平。对于房企2022年业绩，克而瑞研究中心分析称，虽然目前政策面有缓和好转的趋势，但短期内市场整体的供求和成交尚未有明显转暖迹象，预计2022年企业销售目标将更为谨慎。一方面，2021年规模房企整体的目标完成情况远不及历史同期，有逾80%房企未完成全年业绩目标，平均目标完成率不到90%。另一方面，在行业整体规模增速放缓、市场持续降温的背景下，大部分企业的业绩实现和销售去化压力仍然较大。从部分企业已经披露的年度业绩目标来看，预计2022年会有多数企业保持2021年规模预期，也会有不少房企根据自身的货值和去化率水平适度调降全年的销售目标。三月三十一日，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2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研究报告指出，百强房企增收不增力日趋严重。报告显示，2021年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总额90802亿元，同比增长3.9%，市场份额为49.9%，较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报告称，2021年百强房企营业收入与净利润保持增长态势，竣工和结转稳步增长，带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呈增长态势。百强房企营业收入均值达498.6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增加1.6个百分点。由于营业成本上涨，净利润均值达56.2亿元，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年减少1.5个百分点。净利润均值增速不及营业收入均值增速，增收不增力日趋严重。受新冠疫情、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各类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百强房企净利润率均值、净资产收益率均值较上年分别下降2.2、1.8个百分点。三月三十一日，诸葛找房研究院发布百城二手住宅市场均价月报，月报显示，三月二手房均价止跌，一线城市价格两连涨。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2022年三月10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市场均价为15728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0.21%，同比上涨0.10%。诸葛找房研究院分析称，二月以来，楼市利好消息不绝于耳，政策端和金融端联合调整，适度放松，各地坚持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信贷方面采取首付比例及利率下调、公积金政策调整、人才购房补贴等举措，对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予以较大支持，促进市场预期稳定。随着楼市纠偏政策逐渐显效，部分业主价格预期增强，三月二手住宅市场均价止跌转涨，结束了自2021年十月起价格连续5月下滑的局面。但由于目前需求端购房情绪尚未完全恢复，三月全国多地疫情反复也为市场恢复带来一定阻力，二手住宅价格涨幅较为温和，受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短期内二手房市场显著回温的预期较弱，预计市场环境将在5、6月份左右现明显好转迹象。分城市等级来看，诸葛找房研究院月报显示，三月一线城市市场均价持续上涨，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市场价格下跌局面延续。
其中一线城市市场均价为54877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 1.27%， 涨幅较上月扩大 1.16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一线城市刚需基础稳健，对政策较敏感，随着房贷投放力度加大，放款提速，加之房贷利率都有一定程度的下调，购房需求入市速度提升，业主涨价意愿随之上升。二线城市市场均价为19185元每平方米，环比下跌 0.26%，其中环比上涨城市数量为23个，较上月增加10个，下跌城市数量为19个，较上月减少10个。由此可见，二线城市中价格上涨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多，且占比过半，主要是由于部分二线城市市场需求较为充足，市场修复力度较强。但整体来看，在疫情冲击及重庆等市场较低迷的城市拖累下，二线城市市场均价仍延续下跌趋势。三四线城市市场均价为10140元每平方米，环比下滑 0.13%， 环比跌幅与上月持平。其中环比上涨城市数量为24个，较上月减少5个，下跌城市数量为30个，较上月增加6个。